解释性侵少女，阿兵哥没上也有事。去年十月，两名海军陆战队的阿兵哥放假到高雄夜店喝酒，搭讪一名16岁少女，将她灌醉，解释到旅馆，预谋轮流性侵。又无幸阿兵哥先上，拍进阿兵哥在门外等。半小时后换人，拍进阿兵哥看到少女坐在床沿哭泣，打消念头，还陪她下楼，让她自行离去。少女回家向母亲哭诉，事后甚至出现自残倾向。检方采集少女下体体液，只有无姓阿兵哥。拍进阿兵哥虽然没有得逞，但案发前确实预谋轮流性侵，因此仍被视为共同正犯。一趁机性交罪起诉，两人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斗新闻，莫奇胆业报道。